我现在正站在卡夫拉金字塔脚下，而眼前正在向我们飞来的就是中国空军飞行表演编队。飞在最前面的是运20运输机，紧随其后的是6架81飞行表演队的歼10表演机，而这也是中国飞行表演队历史上首次与金字塔的同框。